Orange. Orange, very good. Okay. 你最满意的地方是哪里？猫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它是 rainbow， 因为它是叫 rainbow 呢。OK 了，然后哦，那个圆圆那个哦，你刚才讲是水果啊？嗯，对。OK 了，好，现在我们再访问一下凯欣。啊，中国这只猫是中国的。啊。OK， very good。OK， 看凯欣。好的，我信了。凯欣今天画了什么东西呀？这幅画。猫和鱼，炸鱼。然后炸鱼片。然后今天你对这幅画学到了什么？忘记前学的 primary color。对呀、啊，我们是讲话了。讲话。Yeah. Okay. 我们可以用 primary color 画了这幅画出来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们今天有主要有几个颜色？四个颜色。OK， 所以是哪四个颜色呢？红、蓝、蓝、青。OK。OK， 这只猫好，你觉得它是哪个国家的呢？美国。美国？为什么是美国？嗯，英国。因为你喜欢美国。然后我看到他抓了几只鱼，你觉得这个猫是不是很贪吃？他抓一个鱼。一个耶，然后那个外面还有几个红色是绿色，那是什么东西呢？这个是巴拉，这个是奶奶猫，这个也是巴拉。哦，这是什么包呢？这个是叉烧包，然后这个是汤包。汤包。豆沙包哦，所以这个猫它吃完鱼，它也要吃包哈。是啊，哇，吃水果，对。哇，这个猫的胃口很好了。OK， 那今天感谢大家，让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